百里柳乡，百里画廊，素有贵中商府之称的柳州又享有龙城的美誉。柳州山清水秀，是广西最大的生态工业城市，也是山水景观独特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有柳侯治学，积淀千年文明底蕴，今有围棋作媒，搭建人文交流桥梁。近年来，城市围棋联赛连续两届在柳州举办了揭幕战，对围棋普及和柳州的智力运动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柳州还相继举办了世界铁人三项赛、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等大型品牌赛事活动。通过体育加旅游、体育加文化模式，全面启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了柳州的城市魅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成就，推动柳州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跃上新台阶。通过这些赛事，让柳州进一步和外界进行交流和发展，同时推进了我们柳州的这个知名度和美誉度。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市委市政府把我们落地的这些高端高规格的赛事继续打造好，持续扩大它的影响力。城市围棋联赛自2015年1月在中国体育改革、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和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与传播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首个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具有自主品牌的大型国际性围棋赛事。它赋予围棋现代化元素，让这项古老的竞技项目焕发青春，走向世界。2019赛季柳州揭幕战是国内最大规模的一次围棋竞企业活动，来自世界四大洲、八个国家的32支围棋俱乐部在柳州钢铁集团的柳钢文化中心进行了激烈的比拼。围棋这种理念跟柳钢的发展理念应该是相通的，我们也提出包容、创新、超越、共享的发展理念，跟围棋的布局、落点还有一个整体的理念是应该相通的。特别是陈伟联这种创新的一个多人联赛，那种极致式的竞赛，跟柳钢的我们讲的要协同发展，结合的度很高。揭幕战的前一天，城市围棋联赛还举行了围棋竞企业、棋行柳钢的活动。王汝南、黄静仙、刘晓光、王源等围棋高手与围棋爱好者进行了指导棋，共享一棋之乐事。历经了5年的风雨和磨砺，城市围棋联赛已成长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区域最广、参与人数最多、互动性最强的围棋赛事之一。展望未来，城市围棋联赛将在国家战略指引下，不断推动围棋产业化进程，用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践行“一带一路”的倡议迈出坚实的步伐。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2019城市围棋联赛的揭幕战。那么这也是常规赛，那么对阵的双方呢，应该说是一场强强对话，分别是由柳州文旅对阵宁波书浅。那么今天和我一起在演播室和大家分享棋局的呢，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刘晓光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这个比赛啊，这是陈伟联。陈伟联呢，这不同于别的这个像那个我们过去传统的这个一对一的比赛，它相当于是一个团体赛。对，每个队呢，它是一个大概有个七八个人的一个团体赛呢，它是分别上场。它不是说是一对一的这就下完，它是分别是分阶段，它就根据需要轮流上场。应该说和以往的这种个人性质的对抗是不一样的，现在是一个团体接力赛，是吧？它是还比较新颖的。对，新颖，趣味性比较有趣味性。它那个也有几个硬性条件，比如说各队呢，它必须有女棋手上场啊，有当地的棋手，还有必须有业余棋手上场，必须要这几个满足这几个条件。对，我听说还有暂停，这个换人，还有研究席，还有教练场外指导，所以这个。花样还是比较多的。对，它是一个新的赛制，新的一个的那个创新吧。你要没想到还可以围棋可以团体赛。是。而且它要不断的摸索完善这样的一个比赛，使得大家通过这个严肃的这个职业赛制啊，
也都是职业棋手参加了，嗯，但是呢里面也有很多乐趣，是，他有时候职业棋手即使在里面，但是呢他不见得能够发挥，因为他是个团体赛，他还要比这个短板，有的棋手你要是有时候配合不好啊，就很容易出个问题，是。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呢，应该说两支队伍都是在成为联中是比较强的俱乐部。对。那么像柳州文旅队呢，他是去年开始组队参加的，就取得不错的成绩。队中呢也是有世界冠军唐伟星啊，还有这个高手，像本土的棋手廖行文啊、李轩豪啊，这都很强。但是他的对手啊，你看这个宁波书铅队更厉害。啊，都可以。这个大家说是叫银河舰队。银河舰队啊。你看他的世界冠军啊，就更强了。古力九段。对。朴文瑶、谭笑三大世界冠军。对。还有这个胡耀宇，这个世界亚军。这都可以。嗯。是都是水平很强。有时候他这个强的多很多，不见得都最佳。他是主要是配置。要看配合是吧？啊，因为他这个三有的硬性条件呢。女棋手、业余棋手，这个短板你一定不能太短。是。这个还是些中间的暂停运用好。所以他这个比赛很有吸引，下的时候有很多变数。是。他技术含量，有时候不能说完全看那个技术的了。他有时候还有别的很多因素在里面。总之是一个非常新颖的哈。大家乐趣为主。赛事。我觉得很有乐趣。好。那刘老，我们一起先进入今天的棋局。行，今天我们第一次来摆这个陈维廉的棋，给大家介绍，大家来欣赏一下。陈维廉当中还有很多故事啊，还有他的背景，我们一边摆一边给大家来介绍。好的，嗯，好，这个是这样啊，是这个，对，开局呢也是只有一个星位是吧？好，这样，对，然后它是挂角，这样是这样的啊，这布局你要说完全多说一定要有什么绝对的好也不好，不要，它这个两比赛啊，它可能跟教练的布置有关系，他要下自己熟悉的，是的，或者每个队啊，他能够接得下，就是上场能够接得过去的，大家熟的，这个就很难说了。它不像一个单体的个人比赛啊，它能够贯彻意图，一直能贯下去。他这个，所以他这个就还是有不一样的情况。是，所以这盘棋呢，配合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比实力啊，对，更重要。这个点三三，这都是常见的。当然点三现在人工智能它可能都不见得推荐这个，它也可能双飞燕等等。它现在，但是这个定式当然也可以。对，哎，这个定式也是比较常见最常见的定式。对，我觉得在团体赛当中啊，采用比较。这种简明的定式可能有助于团队配合啊，也不见得，这个东西不一定吗？你要说也不是绝对的，这个都不见得。你越简明，人家也简明，这就要看双方的这个你们中间的默契，还有你的自己的怎么那个规划的，都有关系吧。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宁波书铅 啊，率先是在上边，这个 靠上去是最近也流行，这是 AI 的定式吧？对。他给我们指示，他是 AI 的，就是说要效率最大化。不见得像过去呢，你比如说什么一般尖冲啊、分头啊，这种都是走普普通通的下法。比较常规的下法。像这个呢，他就是想要效率高一点，看你怎么应。一般 AI 的棋啊，都是适应手的很多，适应手先在布局空旷的时候，现在适应手，现在你星位点三三呐，以后还有像这个靠一下，这都是。有点投石问路的这个味道啊！你这个看你有好多种变化，你往哪里应？这一代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最常见的退一个，那等于是我尖冲你爬了，对不对？这个就比较普通哈。对对对。或者说刘老是不是有这种搬？这个搬也有，搬一个搬一个呢，白棋也有靠一个也可以。哇，这看上去有点眼花缭乱。这个就是后面的变化比较复杂。对，那么实战我看他们选择的是搬在。搬在这里，这个也是有这个下法，相对比较常见。这个很多，现在最 AI 就很喜欢，他很喜欢适应手。像这个比赛，他不是像这个当官手，他还碰这个呢。
这个都有。嗯，像走这个呢，也是他先适应手，现在黑棋是走的这个，那还原成这个了，然后他搬下去、哎。这一般是这样，你搬这个他是要搬这个的，哎，一般黑棋的搬这个走这个比较复杂了，哎，他是搬呢还是怎么的，或者很复杂。还有呢，就是说连搬也有争子有利连搬，但是呢这个也很多。现在他走这个搬这个，下面的变化这个需要，这个要点水平了，嗯，这个看怎么硬了，看时间他们是打出来打吃，这个也是，这是正常比较常见的变化，这是有谱的，这个，嗯，现在打吃贴很强硬，对吧？这个是不好的啊，他会立一个并不好，嗯，这个走这个贴呢，下面白棋呢，这是按常规走法，他实战是吧？打吃，打吃，对，立。对，立一个，对，是要这样。这个呢，也不要，也不要，这个也不要打。这个对，这个是有点俗手、啊。哎，这个也不要打。然后呢，这个爱好者，我觉得可能会问，嗯、就说现在能不能长出来？长出来，对，这个并不好。再搬，帮他跳这个，嗯，并不好，这个并不好，这个并不好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几个变化啊。通过各种变化，比如说单挡这边现在都不没有力，嗯，都不好。单长这是有谱的，哎，先看黑棋子也是看你走哪里、哎、是吧？我再根据你的下法选择我接下来的应对。哎，对，实战黑棋是拐这个，嗯，拐这个是正确的应法，嗯，你如果走别的呢？好像也没有、你走这面呢，他这个一挡他打出来了是吧？对，这个肯定不能考虑，嗯，走别的呢说只有这个最佳，好像只有这里了，这是最佳，如果吃在这儿的话，这个被人家先手挡，对对对对，也不合适，是，嗯，是这样，所以这是正解，这个应该是，这是正解，必然的一手哈，必然的、那接下来实战是拐头，嗯，刘老这个拐是不是也必然吗？不是必然，不是必然了，这个不然必然、嗯、这个棋呢你实战，你这一拐啊，给他吃干净了。这个黑棋这个形状还挺好的，这个获利不少。这个黑棋实地比较实在，这个棋应该长一个，先长。应该先长啊。问黑棋应手，又是来问应手。哎，对。那比如说我现在粘。对，这个时候你的挡啊是成为先手。嗯。对啊，这个棋呢应该是你只有拐吃。拐吃。嗯。这个时候呢，白棋再拐，这个是比较好的。这样呢，紧着气，紧着气。但这样的话，脚上是损了一点。这个但是这边损一点也值得。这个拐一个，黑棋这两个子不好吃。嗯嗯，吃起来很累了就。你要是这么吃呢，这中间的种种利用很多。对。是吧？有怎么样反包你？都很多。这个棋，比如说走这个，那么走这个。那么我走这个也行，这个是吧、嗯、这都是黑棋并不好，但实战这个这就这样走是最佳，他可能跳一个或者跳哪个，可能成为这样的布局，这样的话是白棋好，这样的话还是争取到先手挡，对、嗯、这样白棋好。那么实战呢，他这个下这个白棋啊，应该是他们是首先派出的女将上场，女将，对，那么一方是谢少伯啊，一方是陈思啊，对，他们女将应该先上场，他是有规定先下，比如说20手或者40手或者40手，嗯，下完了之后再换，对，好的，那我们呢先到现场看看前方记者传回来的画面。好的，这是比赛现场的画面，这就是我们那个柳州文旅，对，这是文旅队的研究席啊，这是赛场全景啊，看到非常多每个队凑在一起，这就团体赛。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现场啊，非常热闹啊，对对对对对。这今年啊，陈伟廉也是队伍变多了啊。他从第一届是从2015年创办的，当时18支队伍。对。现在是今年是应该说第五个年头。第五届，今年第五届了。现在已经是横跨4大洲、8个国家、32支队伍。是的。嗯，非常了不起。这次这个陈伟廉越办越红火了。成为这个国际比赛了，没错。
现在呢，我们说到这个棋局。好的，还是回到棋局来。这个棋局，这两个人下的呢，他不是古力跟那个谁下，是两位女棋手上场。哎，你说下的这个布局啊，哎，刚才这个没长也是他们女棋手。这个一般的像古力他们都懂这个，哎，就是要先长一个定式比较熟。那这个因为是团队作战啊。队友前面吃亏一点，那么你的这个其他队友在后面要追回来。对，这个呢就是黑棋跟这个交换呢，黑棋便宜了，嗯，黑棋便宜了。但是这个棋局呢还早，虽然就是应该是还早，嗯，下成这样的之后呢，白棋长得先手，嗯，毕竟是抢得先手，现在来挂挂低低挂低挂，对，这现在也有三三了，哎，对，往新位走一个，对对对。然后这样大飞起来，这个是棋局的还早，还早。那尤其是像这个团体赛变数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呢就是黑棋，现在该黑棋了啊。对，黑棋是在这边尖冲，尖冲一个，嗯嗯，这个也是个好点，是是也是个好点，当然是这个也不错，也有一个好点，这个也不错，这个也很大，也很大，对，他现在走这个，嗯，这个白棋跟着走，爬爬一个，对，对对对对。他是走的这个比较什么呢？比较实在。这两手呢，应该说黑棋还是比较满意啊，嗯，比较满意。然后他又补了一手，这招棋呢也可以考虑往这边走。刘老一直强调这个，可以就已经便宜了以后呢，就是说这里有打入，这里或者你要老实一点，这个也可以，嗯，是吧？这个可以，你这个冲呢可以暂时缓冲缓冲，他也可能。也没大关系，轻盈一些，嗯，轻一点，这面放轻一点，可以考虑这样。但是这个呢是常规的，是比较本型的，那个呢是考虑就是效率高一点。现在白棋如果走这面更好一点，或者走这个，是吧？这一点一直是想很想走到的，很想走到。如果不走的话，被黑棋像您说的这个拆三或者拆二，也都好像双方消长的一个要点。是，现在呢这个白棋是实战打入在这里，嗯，对。这个形状也是，要点，局部也是好形，非常好的要点。对，但是现在，实战来看，黑棋呢是马上就抢到。对，这个很大呀，这个很大。要么现在你再走在这儿，这里啊，可以考虑还是走在这个，是吧？这两个点应该说，一人一个，是吧？一人一个，嗯。相比较来说，还是这个。想走在这，哎，想走，他主要是想啊。还是想以后来能够进攻，对，比如说这个，哎，这个要进攻，联络上还是有些薄，对，薄，嗯，对，这个棋，对，现在呢，实际上现在的形势呢，应该黑棋还是稍稍的好一点点，因为这个前面便宜了一点，便宜一点点，嗯，因为现在该先黑棋先手啊，嗯，黑棋走什么呢？黑棋现在是拆，拆二，对，这个非常大。嗯嗯嗯，这个。然后白棋贯彻意图。哎，对，这个大，这个大，这个非常大。应该说各行其事吧，现在。那么黑棋，哎，点的时候，点的时候，假如现在有一些稍稍要对。你比如说你要走什么？嗯，大家比较想这个上面压。压的话，我就爬。再长。长这个啊，长这个，他可能补一个吧。对，补一个，我是不是？这个不能被扳断吧？嗯，对，我再补一手。哎，对对对对对对，可以。这个是，但是呢，你这个被点了，这个形状也是不是很好。这样白棋先手把自己已经做活了。嗯，对。所以黑棋好像不是太愿意，不太满意，不太满意。他这个棋呢，他是走的这个，他是飞上来，飞这个，飞这个可能除了这个压飞，反正总之都是联络，可能好一点，是吧？实战可能还是不错的。对，实战呢，所以我们女棋手啊。还是有想法的，是吧？实力不弱。他是爬一个，嗯，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贴这个呢，他会搬这个，可能会搬这个，对，搬这个。搬如果搬下来，啊，对，粘上那个脚太大了，脚很大，这个只能粘了。哎，对，这样子是不是已经把它吃掉了？哎，脚大，脚很大，他可能冲一下，哎，就过来。这个脚上是被吃到还是受？啊，那不行，这个损失太惨重了。对，所以说现在黑棋。退一个还是嗯退回来，退回来，对，这个白棋是还是很收获很大，
对，它长，毕竟这里是黑棋脱先了一手啊。对，长呢就是说下面有个冲断，它是并的。并的，并和尖这个尖好一点，还是尖一个好，尖好一点。并这个下面有一些味道。不是，以后啊，这个黑棋啊，它可以往这个地方走啊，点你。点这个地方你等于还得挡着，大致还要挡一手。对，这两个交换实际上的黑棋还是可以的。对，就是说单尖呢，你如果走这个，它能贴起来。这个尖一个还是好一点啊，本形。对，它是走的这个，走的这个呢，下面就是黑棋要整形。黑棋走这个，走这个，这个棋呢，第一感是这个，紧凑一些啊。哎，因为你这个棋啊不走，被白棋飞起来很大，是不是？这个很大很大。哎，但是这个棋呢，总是想走，飞在这里的形状会好。是，飞的话，下一手马上飞下去很难。哎，对，你要走。白棋如果说补一手。补这个的话，以后啊，它是这样，这个地方有空，哎，你它就这个中间压一下。先压我，糊起来吗？嗯，对，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有这个漏风，直接是漏着，你很难过啊，这个很难过。这个白棋棋形是有欠缺的。哎，对。但是我如果不补，我补在三路。补这个。还是补在三路好，补这个三路好。嗯。可以考虑这样，他比如说黑棋再走这个，就往中间这么过来呢，这两边呢这个呼应上，呼应上，黑棋呢他已经得了时控比较多，可以考虑这么下，对，这样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下法，对对对。我们看实战，黑棋选择跳，对，选择跳，白棋接下来拐一个。然后飞起来，飞起来，对。这里我觉得白棋好像下得不错。对，它是压了一个，这时候压还是先团一下？先团一下啊！是不是可以先团一手呢？团一下，团一手，好像这里还有一个漏风。对，那你这个呢，就等于是什么呢？有点淤形，跟那个有点区别，你还得压了你喉。对，这个很难受。哎，等于是这样的棋，这样的棋啊，本来是你应该压他的，对吧？哎，现在等于变成了压着这个啊，黑棋难怪所以说黑棋他不太肯团。哎，就是黑棋这个已经亏了一点，哎，但是呢，这个他压了一下，上面压被这个挤了一下，黑棋要粘上，这个有可能更落后，这个尖好棋，好棋，因为这个形状比较好，是吧？这样子白棋这个小白垒非常的完整啊，对，围了有十多目棋，对，这个地方黑棋可能亏了一点。稍微亏一点，不如刚才飞了中间走好一点，形状速度变慢了，稍亏一点。现在下成这样，是不是该男棋手上场了？有可能，对，他们应该是前四十手就是一个阶段，几个阶段然后就变了，对，他变上场了。一般是下一个上场可能就变强的，比较真正实力最强的就开始上了。我印象中好像这个。白方宁波书浅队就是派出了胡耀宇八段上场，对，这个。等级就比较高了。对对对，现在该黑棋了。对，黑棋呢，他上场这，哎呦，这个特别大，这个特别大。这可能现在是全局最大、最厚的一个大场了吧？对，最宽的。这招棋当然非常大，我实在都很想往这边走，很想往这边走啊，这边走。但是毕竟这里气有点紧。但是是啊，这个没办法，这个被这漏一个也是很非常不舒服。但是这个棋是最好的一个点位。因为这个下面呢，比如说靠三三呢，这个里面空的，这个是吧？比较现在白棋有，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帮黑棋了。你这么走，为了补这个脚上的那空啊，你这两手就帮了黑棋。这个呢，有点说是有点心里有点不，有点心疼是吧？不绕人，你也可以考虑，比如说。虚一点哈，虚一点，走到哪里？走这个，虚一点，看你走哪里。是。哎，这个，或者走，看你走哪里，哎，是吧？这个你要走一个，我再补，或者中间走一个，而且这个中间可能还想攻一攻。他实战走的这个呢，总是黑棋受欢迎啊，他先手了，走成这样。对，黑棋暂时可以脱先了。对。不过接下来如果。被白棋打入也很大哦，这个特别，这个也要注意。但是这两个是不管怎么说，黑棋就是白棋会损了。下面黑棋的选择了，
黑旗选择什么呢？黑旗当时现在选择拆，拆一个。哦，这个拆也是很大，所以刘老，我觉得这个上面补和下面拆好像有一些哪个犹豫啊。实战黑棋是先拆一个呢，先攻击，还想对白棋，对，他还是对白棋这四个字有想法。对对对，他是有想法的，想在那儿进攻。或者说这个棋呢不拆，就像你说的并一个或者贴一个或者怎么在这里，这个非常大，以后下一步白棋在这里也非常是好点，在这个地方打入，对吧？好，下面黑棋的这个它是方向是在那边的啊。对，但像到这个时候现在又还是个焦灼的状态。现在啊，你说这个都大家都快基本的大的好位置都快占完了，对，布局好像是告一段落了。对，下面怎么发展的问题，这看了看中间呢，尤其这个中间呢怎么个配置，怎么样来定型啊。局势现在还是一个焦灼的状态，焦灼的状态，是吧？现在就是白棋啊，黑棋放在这里呢，就是白棋呢，就是看怎么来处理这个。对，他自己呢还是有一些不太活，是吧？对，这个棋不走啊，这里面比如说这尖一尖走，这里面是不活的，是吧？那么白棋怎么走？我们来让大家也来给想一想，看看这后面这个下一步。白棋来怎么处理，对，给大家有一个思考时间啊。对对，好的，好，我们先休息啊，待会儿我们来看。好，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刚才的棋局。刚才这个局面啊，刘老说了是一个比较一个关键点，最后是一步棋呢，是黑棋逼在这里，他这个来攻击这个这几个白子。当时是上方和下方各有一个大场，对，实战黑棋呢选择的是比较攻击性的一点。是，白棋呢他跳一个，这个是本型，本型本手。然后呢，黑棋还继续追击，他是走的这个，是吧？现在呢，白棋那块棋当然是他追着你，实战是没有活。你比如说尖一个挡一个，它再一尖，这没有活，局部是不活的，局部是不活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到最后要一定要能够杀死白棋，毕竟头还在外边，头在外面，外面还有头，还不至于一口气死。那实际上现在全局啊最重要还是正面，他应该走这个，应该走这个。对，上面这一点也是很想争的一点，这个是最急的。这个棋呢他首先在攻着这个，那边只要死不了，他攻出呢效果没多少，这个这都有头，这都我只要不死即可。是，你攻多少效果没多少，没多少便宜。但是这个要紧了，这个棋攻呢，就这个棋拽着你这三颗子，你得给我处理。对，这个马上就拿到现金了，是吧？不是，这个黑棋也很麻烦。是，这个你怎么不但破空，而且攻着黑棋，所以这个最重要。如果走到这个，是白棋很好的棋。现在白棋还是可以这么下。但实战白棋好像还是比较稳健的。这个我就不理解，这个觉得有点问题。这个棋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吗？又花了一手棋。花了一手棋，这个棋可能是有点缓。要是我觉得这个好。他实战就这么下的。是。然后呢，这个棋。然后我印象中是。对，他走的这个。这里。这个呢也非常大。你不管这个棋太大了，它还有点呢，是吧？而且这个不走，黑棋不走，白棋是不是一步棋就跳回去了？跳过来啊，害怕的跳。但是这个就算成黑棋的，黑棋是尖的，是吧？尖的，然后呢，他就来个抢个急先手。对，来一个急先手，这个棋呢就交换成这样。这样的话，就是先手把白棋这个三路跳过，给化解了。大家就妥协了，妥协了，各自都满意，我也阻断了。但是呢，白棋也就脚实在了。对，这也就算告一段落。那么走成这样，黑棋落得先手之后呢，黑棋这个时候还是走这个比较好啊，还是把最后这个点做到，或者你干脆贴也行，贴了就这么，死围这块空也行，这个也可以，两个选择都是要在这个地方走棋，这个地方呢是关键的，这个地方，看看这个棋，就是我总觉得，现在他是先顶了一手，顶了一手，对，他顶了一手啊，这个他还是想对你，不依不饶，对，不依不饶，这个棋不依不饶，但是这两个棋本来是不走啊，什么事没有，现在走完之后再，如果脱先让黑棋这一冲也很麻烦，前面有可能损得更多，
损了，所以呢，这么一顶呢，也虽然也很厉害啊，但是白棋看看有没有办法了。白棋如果就这么简单的挡住是不太可能。哦，那亏了，那当然是亏了，不但是亏了。这个走了这个之后啊，而且还有冲断啊，马上就有冲断了。哎，你还很讨厌，这个冲断也很讨厌，这个很讨厌，是吧？对，这个也是。如果打吃被他从这边哎，这个了不得了，这了不得了。所以白棋就是你越走越走越不好，越不好脱手。这个棋最好是都不走，对，哎，让他来吃那是最好啊，直接补，把大的先一抢，让你来吃，我吃你吃不着就完了。现在走了这个之后呢，这黑棋反而要跟着走了，黑白棋要跟着走什么？白棋当时是哎，这个靠一个好棋，嗯，靠这个呢就先来出击黑棋的弱点，看你怎么应我，这个可以。这个我觉得是急中生智的一手啊，哎，这个不错，相当不错，这个不错，哎，这个棋呢先你的弱点，你来不及冲啊，冲我把你那个冲了，转换呢，是吧？你就得先过走一下。黑棋有一些些难办。哎，黑棋呢？实战它是走这个贴出来的。对，可以。实战贴出来。对。我看白棋也是再冲。对，冲。但是我在想，他能不能搬一手？搬一个啊，搬一个，他是这个吧？哈，这个。走这个，我再冲。再冲，对，他可能是这样，这样。那我可不可以打吃？打吃这个，对，打这个。如果打。如果打。对，他吃这个。提掉，提掉，对。然后您再打，对。我粘上，粘上，对。他粘上这个啊。嗯，那我再断掉。对。这个是吧？这个局部是。有打结了啊。有个打结，但这个结白棋也挺重的。打这个结了。嗯。这个棋好像也是，就是比较乱了。或者这样行不行，刘老？嗯、我。对，这个棋有点复杂了啊，这个地方要出黑棋的毛病是吧？对，我觉得黑棋这代因为气紧、嗯，是很想再追求的严厉一点。对对对对对，嗯。您打吃这里。打吃这个，对。那我比如说我上面打吃。哎，对，这个它只有提。然后我再把这个子把这个吃掉，对。嗯，粘上。粘上、嗯。这个也可以。嗯。这个就白棋就把这个走后了，你这个冲断呢，我下面是活棋。对，您冲的时候我就在下面。不冲了就粘上没问题。粘上。嗯。嗯，冲断了之后一侯这个活棋。对。局部做活、嗯，哎，局部是活的，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是吧？因为看和实战对比的话、嗯，我们看实战啊。实战好，这个地方有点复杂，你比如说这个有点复杂。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一靠是个好手。对，是靠一个呢，你这个棋它是反击的，那立那个又不肯是吧？被他一场也不肯，哎，他是走这个，然后他冲的，对。然后搬。对，这个，对。再长。这个有点那个什么啊，冲你首先你说你我挡怎么办是吧？挡一个，挡的话他可能这首先这个就冲掉了，对，这冲下来了，冲下来这要有转换吗？嗯，这个不成为转换吧，不能称其为转换。嗯，假如你打吃，只能吃，对，哎，他把这个吃掉，不等于打吃的这个角没了。对，我是打掉然后虎。哎，对，把这个角吃掉了，把这个角吃掉，这样子成为一个转换。嗯。就看这一代有没有什么严厉的手段。嗯，白棋把那个角吃掉还是可观。吃掉也可以，对，是吧？吃掉可以，嗯，所以呢，这个棋啊，白棋这个时候来出击还是很有道理。他实战是就走的这个吧？对，嗯。然后白棋长，长的，嗯。那你现在断也一样，他现在就断的，断的，嗯。现在断，他是稍微便宜一点点，嗯。这样子黑棋提掉，那还不如单先断这个棋，就说你就干脆给它吃了，是啊、吃了算了、啊。我觉得这里是不是可以考虑再多便宜一点？等于是粘了就给它粘住了。嗯嗯。然后白棋补一手。补一手啊，下成这个样子、嗯。这个样子呢，就是说，当然白棋也联络了，是吧？他说是这个呢，这个他觉得不怕，不怕吗？您如果冲我就粘上，嗯，冲断，冲断。假如这样，哎。那么我粘几乎是个，可以视为先手吧、嗯。你先冲一下是吧？嗯，粘一个先手。先冲吧、嗯。对，冲一个。然后粘上，粘是先手。等于这样是吧？那我现在应该是先一个是活的，活先一个活的。嗯，这个就是说也冲断呢，它能活也不错，对是吧？暂时是不怕危险。
这个所以黑棋要攻白棋一定要攻死啊还早，但是这个形状虽然白棋有点问题，但是这个攻死还是早，所以呢他不能硬冲，他实战他也没有走，是走这边了吧，是他是走这个了，这个巨大，还是把最后一个大场、哦、这个太大了，这个他能走上这个就全局啊他很满意了。嗯，那个棋白棋落了一个后手走半天没啥意思，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是被黑棋这一抢啊，这个棋局我看是黑棋优势，黑棋要稍优是吧，优势，嗯，黑棋优势，因为白棋你的大局你那这转了半天，那大局上让他最后一手棋，虽然黑棋前面黑棋这个也亏了，没有飞这个也亏了，那中间呢这门进攻也都差不多，这前面也便宜了，就是黑棋这个便宜、嗯、但是这亏一点没关系，那大局上黑棋现在总的来说黑棋还是可以的，其实他抢了这个柳州队和宁波队啊、嗯、他们在成为连当中都是属于强队，强队对、嗯、而且他们在去年啊、嗯、也有一次交锋、哦、去年交锋当中是宁波队是2-0赢了这个柳州队啊，但今年呢好像双方这个阵容呢大体不变，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实力依然非常接近啊，是非常接近，这个两个队都是强队，这个陈威廉也是这个第五个年头了，下了前面四届了，嗯，这个每年他都有点变动或者完善，嗯，好，我们也还可以再去看一看现场的画面，哎，好的，我们就是到现场看看他们的实战的，哎，嗯，好，这是我们这个现场画面，哎，这个人呢都非常不像我们的单个比赛，你看是这是，很热闹啊，他们上场，这是天津队的，宁波书选队的，这是这是宁波啊，武力亲自上场。鼓励这个亲自上对一个女棋手 啊这是刚才应该是研究棋刘老哦，研究棋、啊、那是刘娇刘对研究 棋，但是呢、嗯、这盘棋确实是鼓励亲自上阵了，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陈威廉现在啊，我们刚前面说他有很多的这个娱乐性啊、嗯、这个接近性啊、嗯、这个趣味性啊，但是他这个实力啊、嗯、就这个竞技的实力含金量也很高啊，参与者都非常的强的，嗯，因为都是刚才看到这个赛场啊，嗯，好像世界冠军数一数就不少人了、哎、对对对对，非常多，这个好马小春老师是不是也在现场、哎、是的啊，您的这个好朋友是吧好，我们看这个棋局啊、嗯、好，现在黑棋走的这个并一个，然后白棋呢这个时候走什么呢，他实战是靠的一个，好记得对，嗯，他是靠了一个这个棋，靠这一手棋，是不是有一点想要瞄着这边黑棋的意味？不，他还是想对这个有所期待啊，还对脚上有所期待。嗯、他想攻一攻，没有这个黑棋没有活，而且呢，你比如说你要跟着走啊，嗯、他这块棋啊，哎，他把你分开，这个棋还没活呢，缠绕攻击。哎，对对对，这也是一个。然后黑棋冲，断一个，对，这个地方本来它是有弱点的，也是适应手。嗯。这个如果白棋真的话，那我不是便宜了吗？这个角很大，这个角很大，这是黑棋希望的，一举就把这个孤棋包袱甩掉了。所以他这个断一个是个好的时机，这样一走这个呢，我这打过来之后呢，犹豫的，你得去忙着活角，你这个没活呀，然后这儿留到嘴里了，对，搬一个，对。搬的时候，白棋现在活，它粘是肯定活了。对对对对对对。你如果想挤我，对，我还想能不能挤？挤一个，就算我粘上这个地方，我再搬，哎，对对对，不是很便宜。白棋不便宜吗？这个不便宜。哦。嗯，这个并不便宜。这样呢，你就是说，这个里面，它多了这面的，嗯，不算便宜吧？嗯嗯，它是实战走的这个。对。可能白棋也是经过自己判断，以后他这个尖着挤着跟那个不一样，所以他是实战就这么下的，嗯，现在呢就是黑棋这两个在嘴里的就吃通了，对吧，这两个就吃通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啊，黑棋啊可以考虑什么呢，可以考虑先照顾外面，可以搬这个啊，搬出来，哎，对，你比如说搬我是不是只能断呀，对对对，打这个，对，可以考虑这样，哎，对对对，这样现在呢我黑棋这里一退不是就都连了吗，嗯，可以考虑，你可以考虑别的了，就也比如说再走中央走走、啊、争先手，争先手，或者说哪怕我退一个，这个棋呢就连起来了，这样子
黑棋全局比较厚实，比较厚，目数也不少。而且你这个棋呢，这个连起来之后啊，对于这个白棋这一块也有牵制。哎，是的。不管走什么，这个有牵制是吧？这个还，走后走外面，先积蓄力量。对对对对，应该搬了可以从外面走。对，他这个没有走，他走的什么呢？他把这两个就吃掉，安全了。这个当然是第一感，我觉得第一感啊，是的，是想把这个两个棋筋吃掉。下面白棋来反击了，这个打入非常的严厉。对，这个棋是这个时候使得他有能力来给你，来。现在刘老，现在好像黑棋怎么应对也是个黑棋，你现在你第一感挺想能不能反击啊？这个不行，行吗？这个不可以，这个不行是吧？这个不可以。有点过分了，过分了，这个棋不能这么下，这个棋呢，你就越走越麻烦。我还能贴吗？贴我就走了个笨一点，你也不舒服，哇，是吧？哦，还有不说别的了，是吧？这个棋你被我跑进来，这个走越走越不舒服。就说这个反击可能是有点过分，不能这么反击。如果不能反击的话，这种简单跳出来，对，跳出来可以考虑，又觉得有点松。跳出来是可以考虑的，跳出来呢，你这样，是其实是本手是最好的。哎，那您是不是就这么打一个，把自己走后，走一个，对，可以。哎，那就是白棋这个总归是，在这个方向走是对的。他实战呢，就是先拖一个，挺好。对，实战是先拖，拖了一个好，拖一个呢先。但是白棋也有手筋。我打吃，挂了打吃。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先被我提一个是亏的，提一个不是亏吗？对，然后再补牢。这个呢，我这个就联络，这个联络很重要。实际上是现在白棋呢，他要走得很呢，是本来是要想给你分开的。哇，这个有点狠啊！分开，比如说像这个时候，他都很想分开。分开你，想攻你呢，想有所作为。可是现在这个打吃走完了这个之后，你。也联络了之后呢，黑棋也厚了。现在倒是下到现在呢，翻来覆去走完之后，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很焦灼的棋。对，白棋呢也补了一个跳一手，跳了一手，挺好。这个跳呢，这个也联络了。对对对，刚才这四个子啊，之前觉得是比较厚实的。对，但是随着棋局进展呢，有可能也要被反攻。但现在白棋经过这一串操作，好像双方都。下的比较厚，这个也很重要，很重要，让这个点也很重要，这都联络了。下面呢，黑棋实际上走这个比较普通是最好的。哦，先搬，那我只能拐。你大概等，我就粘上，我拐一下，拐一下，然后你说黑棋再比如说再走这边，这个交换一下比较好。您说交换的，意义是不一样，一个不一样。你如果不交换就来不及了。比如说他实战就这么下的，我们看实战。对，实战这个几个走啊，这个交换您怎么看？不，这几个他是想把这个加强一下。我觉得黑棋是觉得自己有点优势意识了。不是，他是没办法，他是你不走让白棋走，你还没活呢。所以说他要先把这个交换为好。现在该黑棋走啊，黑棋这个地方他还有以后有点的问题。对，好像没走好。对，黑棋啊，黑棋是走的这个吗？这个黑棋啊，他是把这个走了之后呢。让白棋这个时候先动手啊，是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被白棋一尖，你刚才我说现在走掉这个之后呢，以后黑棋再走这个就不一样，这应该交换掉。而没有交换呢之后呢，黑棋你在这个地方补一下。他是现在先在这里交换了一手。这是他的先手，对，对。好，他点了。对，这个棋呢也应该黑棋应该尖这个，哦、那个给他这个这边很大。你如果走这个，我先暂时不理，也可以。那个本身那个木啊，可以粘也可以不粘，哪怕我就跳一跳，不见得那个什么。这边两边可能只能走到一边。这面大，这个呢有可能是后手，这个被他点一个很讨厌，点一个呢你只能挡这个，他爬过来，你不能这个走这个被他冲断了。对，这个冲断就麻烦了，是吧？这个损失比较惨重。这个麻烦了，这个不好硬了，然后呢，只能挡这个被他爬回来，应该
应该兼这个。嗯。但是现在呢，即使如此呢，白棋啊，这时候白棋一顶是吧？嗯。黑棋是走的这个。对。走这个，嗯，他是担心呢，这个怕点，但是即使如此，还是应该搬这个，应该搬。刘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啊。走这个。嗯，应该这样的话是棋局啊，细棋，细棋就是看白棋的这个中间呢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如果比如说这个点，应该是黑棋这个时候还是有可能收的话，还是不错的。对，他实战啊，他是对，他走先断一手，断一个，这叫先手，这个一个先手交换。白棋尖一个，对不对？嗯、这个尖一个让你有点难过了，有点难过了。这时候你如果再走这个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你走这个打吃后手了，所以他粘这个是粘的。这个时候呢，白棋就应该打吃这个，这个是一定要抢。这个时候打，以后这个打劫提过来，这个。都非常大，是吧？嗯，他实战没有走。实战，白棋走完这个之后呢，他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对，这个先手交换掉，哎，交换掉了。然后呢，是把这里挡住，挡住了，是挡住一个。嗯，他是对，挡住，先在这边交换了一手。嗯，他点了一个。嗯。舔了一个呢，他是搬粘，他怕那个怕白棋这个挤了打吃先手。嗯，对，这是一个先手交换。不是他脱先了，脱先然后再把上面尖掉、嗯。这个呢，大概有个七目墙的样子。嗯嗯，这棋局好像突然就进入一个官子阶段了。嗯、看官子，这个棋白棋如果打这个还是很好，应该打。非常大。嗯，非常大，他是没有走这个打。他是走的哪个呢？上面先点一手，点一手，对，是打吃这个。对，这个打吃是，嗯，打吃是这个官子不对，这个打吃啊，见小是吧？见小了，这个打吃是小了，应该走这个，应该走这个，这个打中间没围多少目，哎，没围不了多少目。那打吃这个呢？这一打一的踢了没有几目棋。现在黑棋是走的是翻虎，说这个官，嗯，说这个官呢，白棋可以脱先，可以脱先。实战他是走的这个，这个被黑棋又便宜了啊，这个便宜。他如果不补的话，是怕对他应该打，如果打这个，你加进去没有问题，他立的，哎，大概是冲，你如果挡这个就是可以加进去，这个加进去。但是冲的时候你可以虎，这个再冲呢就给了，这两个子见小了，哎，给这俩没关系，嗯，脚上比那个大，这边上比那个大啊。实战他是单虎了一个，单虎的，这个挤一个，这就又回到黑棋的手里了，嗯，实战就这样，哎，然后黑棋打吃这个，长一个，再往前压一个，嗯，压一个好，然后搬一个搬，那这是黑棋断住。吃，哦，这个棋是白棋先长吧？可能先长，一直没有长，没长，一直没有长。走这个啊，对，然后冲，冲一个，对，这是他前面也交换了一下，交换了一下，对，这是再冲一个，对，前面过程中有交换一个，对，接下来他加进去，加进去，这个棋呢的手筋是吗？对，这个是个手筋，他实战他是走的这个，你可以考虑这样。嗯，但是他实战这么来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转换。哎，这个棋要吃，把这个三颗给吃了，三颗吃了，这个白棋收获不小，收获很大，嗯，是吧？哎，但是白棋毕竟还花了一手棋。对，那么黑棋继续给收官。现在局势刘啊，好像还是很细微的。非常细微，嗯，他把这个给吃了。非常细微的棋局，嗯，那个也是很大。他这个先刺了一手，刺了一手，这是先手，哎，这是他的权力，对，把这个打拔掉，对，
这个您说刚才这有七木棋啊，对对对，那这个官子其实已经进入一个大官子都比较少了，对，这个长，哎，刘老，我一直在想，这个黑棋怎么就没有机会把这个打到呢？好像很大。他是没有走那个，这个怎么都给让给白棋了？是、啊、是不是次序问？他是实战是好像是走了这个了。对，贴上来。走了这个、嗯、啊，然后白棋把这个搬掉。然后黑棋、嗯，这个是他的先手，是吧？对，嗯。然后这个棋呢，黑棋是补了这个了。对了，补的这个，先补的这个。他是。这个先长、嗯、长了一个，对，但现在是该走这个，对，补了这个，嗯，然后这样子长、这个、长再把这个吃掉，对、嗯、这个棋呢下得很微细，灰细非常细，但是呢、嗯、这个棋呢大杀小树赢，最后变成了一个是非常微细的局面，一直是一个拉锯战，拉锯战，嗯，哎、最后呢下到现在呢是一个现在目前收到最后可能一目半目的这种胜负，哎，但是呢，这个在团体赛型之中啊，嗯，这个这么多人在接力，然后最后还是一个这么微细的一个差距，这盘棋质量其实非常高，戏剧性很，哎、嗯，最后他们翻来覆去，最后有这个脚上有错进错出啊，哎，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是半步胜负，哎，最后变成了一个最后下到最后是白棋四分之一获胜，嗯，这个团体赛也是非常有戏剧性，对，而且特别精彩、哎、啊。应该说是陈威廉当中，这样强强对话，又有看点、嗯，然后呢，这个棋局的质量也是非常高。对，体现了这个陈威廉这个赛制的趣味性和他的观赏性。大家在一起呢，能够有一个交流，这个技术探讨啊，这种趣味性氛围 啊，非常有意思、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您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希望大家多关注陈威廉的比赛。好的，嗯，再见。